澳洲的诸位同学们，大家好。传来的画面很清楚。学会能与今天这个12月26号筹备办这个念佛共修及佛学讲座，这是很殊胜的因缘。有讲经，有念佛了，是戒行相应，佛慧双修。世尊当年在世，无数次的殷勤嘱咐我们，教导我们怎样自己修行，怎样帮助一切有缘的大众。而在无量行门当中，善导大师曾经说过，他说祝福所以心出世，唯说弥陀本愿海。我们大家知道善导是阿弥陀佛化身到我们这个世间来的。那么善导大师的话就是阿弥陀佛自己说的，这个讯息传递给我们，它的真实内容，设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现身在十法界，为的就是一桩事情，劝人念佛求生净土而已。因为众生根性不相同，差别太悬殊，所以世尊出世为我们说了许许多多的经论，说了许许多多的法门，都是为了契机。我们现在的话说，适应各种不同根性的人，各种不同根基的族类。可是无量无边的法门到最后都归结到净土法门，这个我们在华严经上明显的看到了所有一切修行人最后的归属华藏世界。到达华藏世界之后，你就亲近到毗卢遮那如来、文殊普贤大师而文殊普贤以摄愿、摄度导归极乐，所以隋唐时代那些
古大德们曾经以好奇之心探究释迦牟尼佛49年所设的一切经教，总归结在哪里？啊，那么这些大德还包括日本、韩国到中国留学的这些大德们，啊，他们的戒规，也就是公认所有一切经法都归大方广华严经，啊，所以肯定大方广佛华严经是世尊根本的教法。肯定所有一切经论都是华严的枝叶，啊，好比一棵大树，华严是这个树的根，树的本，啊，世尊49年所教的一切经法了，是这个树的枝叶。这个肯定在中国2000年来都为四众同学所尊重，没有一个反对的。而华严经到最后普贤菩萨十大愿王道归极乐，啊，这才晓得极乐净土啊，是十方法界所有修闲人的总归结处。清朝初年，乾隆年间，彭济清居士，这个在佛法里面是一个很有成就的大德，啊，黄念祖老居士讲这个《华严念佛论》的时候曾经做详细的介绍，啊，彭济清是贵族出身，他的父亲是乾隆皇帝那个时代的兵部尚书，相当于现在所谓的国防部长，啊，他非常聪明，童子就考中了进士。这个童子在古时候未满20岁，啊，他就拿到国家最高的学位，啊，他对于佛法有很深的造诣，啊，所以，啊，他虽然拿到进士学位并没有去做官，啊，休闲做居士，啊，这个修学通宗通教，啊，他说无量寿经即是中本华严，这个说法非常正确，啊，他把华严无量寿经阿弥陀经看成一部经。换一句话说，华严是大本阿弥陀经，无量寿经呢是中本阿弥陀经，啊，现在一般人受持的小本
阿弥陀经。经文有长短不相同，里面的义理完全是一样的。华严说的详细，阿弥陀经讲的简单呐、啊。平常做扩诵，当然越简单、越精要越好，便于受持。可是对于里面的理论、方法、境界，说得越详细越好。华严给我们讲的详细啊，而无量寿经呢，则适中，比弥陀经讲的详细，比华严经讲的简略啊。所以民国初年，夏莲居老居士极力提倡净宗的根本依据大乘无量寿经，并且给无量寿经做了一个新的汇集本。那么在中国历史上，他这个汇集本呢是第三部了。最早汇集是宋朝王龙书居士的汇集本，称为大阿弥陀经。第二次汇集是清朝咸丰年间魏默生居士所做的，称为摩诃无量寿经。夏莲居老居士汇集的这是第三次，称为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一次比一次殊胜啊，到夏老这个本子是非常完美完善，而没有丝毫瑕疵，可以说是集五种原译本之大成。我们在这个本子里面看到，经文开端的第一句：“贤公尊修普贤大师之德。”这是经文的第一句啊，前面是介绍出席的大众啊，说明净宗跟华严密切的关系啊，所以净宗可以说是华严经的落实。文殊菩萨的十波罗蜜，普贤菩萨的十大愿望，落实在西方极乐世界。因此，凡是生到华藏世界的这一些法身大士，没有一个不追随文殊普贤往生极乐世界。这个道理与事实真相我们要通达明了，然后才知道净宗之可贵，净土法门的不可思议，感得十方三世一切如来的赞叹。释迦牟尼佛在大经里面可以说是代表诸佛如来对阿弥陀佛的赞叹，说佛中光中
极尊佛中之王。啊，这不是一尊佛的赞叹，是所有一切佛的赞叹。唯有通宗通教大彻大悟之后，对于世尊这个说法，对于善导大师的讲法，才完全肯定，决定不再怀疑了。我们要明了这个事实。死心塌地啊，我们的语言太殊胜了。正如《弥陀经》上所说的，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我们研究教理，教理达到最圆满之处，古人讲极致，到达顶点，就是戒归到净土啊，就是肯定净土。那么由此可知，隋唐大德讲的话没有错误。他说：“华严、法华，这是大乘八个宗派公认的。”世尊49年所说的圆满教学，只是无量寿经的导引而已。这个说法不可思议啊！华严跟法华是引导大众啊，归无量寿的。引导大众啊，求生净土的。我对于古大的这个讲法完全同意，一丝毫疑惑都没有。什么原因呢？我确确实实是因为这两部经的引导才皈依净土法门啊！我在初学佛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对净土不认识啊。虽然不反对，但是对于修净土的念头生不起来啊！我欢喜大乘经论，研究讲解大乘经论。我曾经跟诸位报告过，我是讲华严，讲华严17年啊。有一天突然想到，文殊普贤修什么法门，善财童子修什么法门，仔细再把经看一遍呢，他们修念佛法门。我感到非常惊讶啊！文殊普贤是华藏世界的后补佛，等觉菩萨了啊！华藏世界化身大士的领导人啊，他们两位居然发心求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怎么能叫人不惊讶呢？啊，这才细细的去探究华严、法华这两部大经。啊，我对于皈依净宗这个念头啊，这才升起来啊！在过去，
禅云法师劝过我，李炳南老居士恳切地劝过我很多次，我都半信半疑啊，对老师很尊敬，老师的话决定不能够反对啊，可是心里面呢还是醉心在大乘经论之中啊，欢喜大乘经论啊，所以古德说华严法华是无量寿的引导啊，我肯定完全同意啊，我是因为这个引导而进入无量寿的啊，这么多年的修学确实得无量寿的加持啊，加持的状况接近我的同学们，只要你细心，你可以能体会得到，你可以能看得出来啊。从什么地方看呢？从我的言行当中去观察，你能够体会到啊。啊，我自己也能感觉到，对于大乘经论，逐渐逐渐呢，理解的透彻了，理解的深，理解的广啊，这使得一切诸佛如来的加持不是自己的能力啊，古大德讲的话是有道理的，是真实的。娑婆世界众生，烦恼习气深重啊，不得诸佛如来加持，要想开悟，太难了。啊，怎样才能得诸佛如来加持呢？心行要相应，这是我常常勉励同学们的。诸佛如来的心叫做菩提心，诸佛如来的行叫菩萨行。啊，什么是菩提心？在华严经上，普贤菩萨的十愿就是菩提心，文殊菩萨的十波罗蜜就是普贤心啊，菩萨心啊。我们更精简的把它皆要说出来，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就是菩提心。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就是菩萨心啊。这二十个字十句很容易记，特别是存心，我们起心动念必须要与
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相应，你就发了菩提心了。菩提心发起之后，你的行为自自然然与六波罗蜜相应，与看破放下自在随缘相应，然后发心求生净土啊，必定得生。化身菩萨以求生净土为第一桩大事啊，因为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快速圆满菩提正无上道。今天澳洲净宗学会举办的佛学讲座也是以这个为宗旨，无论安排哪一个课门一定与宗旨相应，这是诸佛如来纯正的法门。首先我们从这里建立信心啊，认真努力去修学。再过几天这是进入一个大的时机，千禧年，希望我们在千禧年这个时候自己决定有殊胜的成就，圆满的成绩啊，我以这个嘱咐诸位，新年快乐。中国人在新年当中常常嘱咐大家岁岁平安，年年如意，这两句话是从果上说的，果要没有因，这两句话就落空了啊。因是什么呢？诸恶莫作，就岁岁平安；众善奉行，就年年如意。啊，所以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是因呐、岁岁平安，年年如意是果报啊，有因则有果。啊，所以不要忘掉断恶修善。好，我的话就讲到此地，啊。祝福诸位新年自在，好，谢谢大家。